在这种情况下，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，它就钓的是长杆短线，便于移动。因为钓面粉的话是很多个窝子，它打了很多个窝。你看这里的地形，这个那里就是障碍物。现在我们看看这。啊，你虽然窝子多的嘛，你抬掉，你始终只有一个窝子，你就坐在跟前打一个窝子，那个窝子那团转的鱼钓完了，你就只有望头噻。啊，你这三十个窝子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这个窝子钓几个，那个窝子钓几个，就多了噻。嗯？你说你抓到你们这个钓这个鱼，到底是没钓？应该是有鱼。没喂拢，你好久喂的嘛？我都晓得喽。这个扎到浮在面上的，并没有露下去。所以说，这个八鱼的话，还有待考，有待研究。走，中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鱼可以了，终于，还不错。这个正宗的宋漂。嗯？等一下，拍到了嘞、走，终于，上去了，中到一口。